家好，我是阿康，现在为各位带来的是《Showboat Action 3D》的第三关啊。那第三关呢，由于它好像是因为比较复杂的缘故吧，所以这关玩起来好像会卡卡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哈。好，不管了啦，我们先开始啦。对，你看真的有点卡，不知道为什么。好啦，那我们就赶快开始吧。这边是一个草原吗？好多树，哇，那什么什么 ，what？ 就这样死了？但我觉得这个死亡音乐很耳熟，可是我幻想不起来是什么游戏。我可以先暂时闪过吗？为什么放那些东西？我可以从这边跳过去吗？可以，可以，可以。我走不到边界，这边界是会有那个隐形墙的。然后呢？然后呢？那个是什么？喂！哎，这边有个告示牌，其实我刚刚没看，有一个看棒在这里。野生的王国群马傻，什么东西出没？注意。就这些东西吧。我会不会从那里走边边就好？好像有点没办法，有点没办法，有点没办法。他怎么选一个这么大自然的场景做关卡？真奇怪，蚂蚁猫为什么是这种场景？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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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不要！他速度好快哦！这应该一路都只能用冲了吧？飙车啊！现在飙车啊！飙车啊！飙飙飙！好烦哦，这个东西！我是不是走到某个位置，还是某境界，就会跳出来？你看，你看，你看，又来又来！哦，跳，走开，全部走开！哎呦，那为什么每次死掉都是这样起飞啦？真是的！等待风起，享受飞翔的痛快。迫不及待探出头来，想想俯瞰大地都卡住了，时光倒转，一个人杀死我好吗？哎，不知道为什么我可以懂了，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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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之间，虽然一阵勇气，我要征服。地心引力。来，来，来，超级又超弱，恩恩怨怨三四百头，几人能看透？巴拉的性命，时空竟有报应，我的性命不打紧。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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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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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其实我发现一件事情，那个怪的移动速度其实比我还要快，那让我怎么闪啊？我先一路走边边好了，他们都不会出现吧？我显然都会出现啊！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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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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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有一线生机，还有一线生机。哎、欸，卡住，卡住，卡住，大哥，卡住！哎、欸，哎、欸，没死哎、欸！哎呦，哎呦，我的天，这关到底要怎么过？笑笑，矮一点，然后我就不会唱了。你的心拯救我心田。哎呦！哎、欸，好烦哦！他这关音乐如此心旷神怡，然后我又卡住，哎、欸！哪里？哎呦！阿妈了！你打了？为什么会卡在这里啦？动啊动啊 ！Nico， 小宝小宝，动啊动啊！小宝小宝，啊！哎，知道自杀了，看到这个。让人感觉非常痛苦的表情，也没有很痛苦啦，我就只不过是在指令里面打了一个 suicide， 继续啦哟。好，我觉得这样很完美了，然后再，哎呀，我知道我是有办法，只要有一颗赤子之心，各位，我们只需要一颗赤子之心就可以了。我们要的是赤子之心，不是黄子之心，也不是蓝子之心啊！你哎呀，交！我是过，好像过刚刚那一段了，好像过。哦，到下一段这种一个钢弹，这种
你看棒，什么东西定平安罗盘？这可以干嘛？他为什么用一个 two channel 的那种表情？有没有？你知道 two channel 就常常都会有这种东西，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还是我可以利用它吗？怎么？我刚刚对他按了一下一，然后，哦，我变他了、欸，钢弹，我变钢弹了。是什么、啊？这是什么莫名其妙啊？我都在玩什么啊？欸，我竟然用这东西竟然躲避掉一切攻击耶、欸！哇，钢弹太棒了，太棒了！我就这样躲避掉一切攻击，这怎么那么莫名其妙？我而且我还不知道为什么这样飘在天上。哇，可以飞了！到这边一定要下来，好吧？好吧，哎呦，后面有多这种东西哦，我好怕、哦。下来吧。哦，它飘在空中哎，钢弹再见。什么鬼啊？我们进到一个有很多火的房间啊，这是什么地方？为什么愿望变那么那个啊？啊，这是什么？啊，怎么变马戏团了？欸，我一直往后看会累个，也不知道为什么，应该是后面的那个肤比较复杂度比较高，前面还好。跳火圈怎样？我不是那个马戏团狮子啊，大哥。啊，等一下，喵哥。哇！五刀！为什么会死在这种鸟地方？欸，这个没天理啊！你们要跟我讲，我哪知道啦？不拉滴的麦好，我发现弄那个雾爆哎吼，前面龙山有一个门呐、啊。哇！被吓到！哎呦，不要这样趁人不为！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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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现在，其实我还是觉得那游戏很棒，那就是你知道，这种游戏啊，哎大哥，你要我用 try and error 的方式是不是？然后我十几次看到我尸体就这样走，就不要走到我尸体那边，就对 ，over my dead body 的意思哦。那地方不能站 ，OK 好。哎呦，我哪知你？是说我之前啊，马戏团我还有拍一个系列的影片，就是那个应该就是攻略性质的影片吧。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我不是特意要打广告，我只是因为那是有点旧系列，所以就可能大家都比较不记得了。就发现现在岩浆纹理做很好欸，为什么这种东西就做那么好，莫名其妙。来啊来啊，我现在知道了，那个不要再来，对不对？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跟你讲我不知道，你好等一下哦，哦，安全，他打不开门嘞！喂！为什么你要一直退后再开门呐、啊？哪有这种门呐、啊？喂，大哥，你这到底是有创意还是刻意坑人啊？这个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哎，这太有创意了吧？这陷阱。太棒！我所有尸体全部都推到这边来，这样大哥，我刚刚怎么判断？我怎么还记得？来啦来啦，退后嘛，对不对？然后过来了，我过来了，很好，我过来了。我又死了，我真的不知道，哥们，我真的不知道。我觉得我可以跟你们很直接的说一句实话。这应该是我玩过所有动作游戏里面啊最诡异的一关。哦，等一下，我要先吃个东西来休息一下先。好累啊、哦，好累，累死宝宝了。好累哦。哎呦，嘿，接下来个一大堆。那是姿势球哎，这样怎么过？过了吗？
还帮我治疗，还帮我炸死。我的娘！哦！我上都已经学会了。不要不要不要、哦、好好好可以好好好你看我的职位了好好看我都学会了可以三甩三甩三甩诶难得这什么四五六四五九啊然后呢还活着吗我过关了那好、那我们今天的还有剧情哦好啊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啊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啊这样也喜欢或者订阅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玩第四关啊第四关应该就是我们的 last part 啦好啦那好啦那我讲就玩到这边啦说不定会有人觉得我死亡数很少之类，但其实老实讲，我已经尝试很多次哈。好啦，我们就这样今天结束哦。那如果你喜欢影片的话，就按喜欢后键。我为什么要做两次 ending 呢？好啦，再见了，拜拜。